十一动能称之曰成。二，宇宙间万物莫不有其物质与精神，二者配合难有生命，生命过程虽有长短久暂之不同，而其时时在动，时时在变，则无例外，代表此一生命之现象，乃为一大波浪中含有无数小波浪，其起伏消长生灭各有其因果关系。一个生命由成而行，而住而明而动，而变而化，经过七阶段，是由成行始以至解体中，虽不能忘其永存，但可以用调整中之方法，以维持其比较久远之存在。三，一波自侧面看为一正悬弧，从正面看为一圆圈，凡事进展至极端，即向相反之方向进行，在此空间观之，事事仍在前进，唯在现象观之，乃在后退。四，凡事相反之二现象，原是相对者，是以必共同存在，且彼此互为消长，故必须明了双方实情，使之何者太过，何者不及，何者应长，何者应消之原因所在，乃人之所选择之为之增减，使得其平，使归自善，是非善恶之中立，无益诸恶，不得为之中。五，万物必欲，故宇宙间充满无数之波动，其相互激荡，自是不能避免。欲求其共生共存，则随时调整之工作为不可少。此种调整之为中。六，凡经过调整而能适用于大多数的人界，又能适应最长时期间之需要，必为极平凡而缺少刺激性的，使之为优。由于第一认识，中国人认为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天地之道是大公无私，至诚无习，博厚高明，化育万物，人为一小天地，自应得配天地，尽性率性，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其原动力为在一诚。由于第二认识，中国人对于只顾一时痛快之理论，大多不加重视，认为唯有可大可久的道理，乃值得崇敬。谓为大，乃能容物；为久，乃能成物。是以个人言，其理想人格为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以家庭言，其能白头偕老，五世其昌，瓜蝶绵绵；以国家言，其能长治久安，亿万斯年。由于此种悠久之认识与重视，故对于突然平视武力，凭借复利之统治及作风，中国人都不能赞同。因武力与复利之凭借，虽或可惩治一时，而终不能耐久。唯有以德行人之王道，代替以利讲人之霸道，以忠以德之私语，代替视其父之骄奢，使人长保富强，乃能达到大生广生的境界。中国所以能凝聚六亿人口，大生广生，能持续五千余年传统文化，或即由此一认识所得之结果。由于第三认识，中国人不喜走极端，明知道三个向左转就向了右，继续不断向东飞，会飞到西边去。趋极端乃是开倒车之开始，是以在中国绝不能产生唯物或唯心之哲学理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只见其偏，未见其全之见解，
而人类生命则必须心物两备，使能存在。所以中国人常用物极必反或乐极生悲之警语劝诫世人，亦常以否极泰来与哀兵必胜之预言以鼓励世人。不但哲学如此，文艺音乐亦未尝不如此。中国绘画不讲究惟妙惟肖，亦不要丝毫不像。例如现代的印象派，几笔描绘描画，写出生动的气韵，即算上品。中国音乐最讲究亲和，而不重视刺激，亦是由于此一认识中体化出来之道理。由于第四认识，中国人对于两个相对或相反之事物，往往会顾到两方面，且需细察其本末与先后。例如，人我是相对的，想到我就应想到人，于是人我之间即产生中恕之道与协举之道。所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之理论，以至于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视人如己之境界，亦由此而生。而人之意义亦就充分表现。人自从二从人，是人与人间的情爱，亦是人类共生共存之时机。又如老幼是相对，中国人一面讲慈幼，一面讲孝顺。慈教易而孝教难，唯其难是以可贵，唯其可贵是以驱克己人。教导孝是敬，而且爱是纯洁的爱，是永久的爱，是以孝方是人之基本。因为中国文化里时常存着此两面关顾之想法，是以自私之个人主义与自利之物质享受主义，在中国都不会发展起来。观察本末亦是中国之特别学问，此学问亦是由于此一认识而起。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终始、先后均属相对名词，必须双方顾到，而知其孰轻孰厚、孰轻孰重，乃能执两而用中。由于第五认识，中国人首先发明精神之重心点，和西方人发明重质物质重心点同等重要。所谓重心点者，是四方八面力量之集中相平衡，为最稳当之一点，一言之即为不偏不倚之终点。中庸曰，不偏之为中，即是此意。凡能把握重点，必能公正合理，即能和谐相处，平等相待，是以中亦即和平的基点。由于第六认识，中国人认为过分刺激之东西大多有害，而平淡无奇的则反能维持永久。水是无色无味，米米面包亦都淡而无味，然而此饮料和饮食反可终身服用而不厌。烟酒是富于刺激性，而中国人吸烟和饮酒就不如西方之狂烈。不但饮食如此，在政治经济理论上亦如此。中国人认为凡能持平经久的制度，必是平易近人之设施。天天需刺激之社会，非健康之象征，只为中国人在庸德认识中得到可贵之宝训。中庸之重要性及其应用于正心之功效，已如上言，为中庸之道备而已，事而浅而实深，事小而实大，始为而终显，无声无秀，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至，知远之近，知风之至，知微之显，
可以入得矣。好，这个是简中庸的大义，很重要的。这些人读过去我们知道的就是做出简中庸事情的时候，一定你们要有依据中庸，恩然不当为人，捕捉别人说偏这个偏那个，才不会有这样。我们看277页，半页。
达到了，达到你前的认识吗？弥漫天地之间，那么的大，你怎么讲？一小佛如佛，最小最小的人呢，完全是原始的人呢，还可以突破，还有比原始更小的呢，是不是？真空啊，完全就是空啊，完全是无的。因为小的没有，你跟那个击破，击不破的。因为这样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弥漫天地之间。所以观自己的父母亲，这些东西。这些功德，这些功德心掉进来，阴阳会合的事情，不是在说什么。我们能够把那些清气行善宝汇合进来，自然而然进来，无中生有。还有无中生有的事情，就像讲，恐怕讲得清楚。那我求这些护护其如，啊，可以无皮。唐伯啊，也是的，无名无气，没什么在，也记得住，也记给点，也记得的时候，虽然是信念，他也是有所不知道。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信念会有的时候，其实信念他也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他就是那样搞不懂。父母亲不晓可以，毫末不晓得怎样，随随便便可以做。但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就是心里面也有所困难。困难什么？困难知道，不过没办法知道的。而且你说你性命会很熟络那个奥妙，无中生有是什么东西？妙处无边。为什么有这样？那灵那灵光也能够回复？为什么在你啊心门过有的时候，它能够回复这个灵光？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嘛。他如果还有老师的宝贝呢？他宝贝呢？比对一下是很清楚的。你好的亲密也挺好的，一起的，一体的，心三角一样，一起流行的心啊，现在一起有气有来的，有气有来的，都对过理亏了。所以婴儿的时候，伊的智慧等于性命的智慧，伊就是纯阳体嘛，一六七小加什么阳数，二七九阳数，三加八阳数嘛是阴，四加九十三阳数七数，五加十七数。证明一下婴儿他本身就是纯阳体，一点点阴气都没有的，所以生命是哪一体，他也混合起来回合，三分七合起来回合，一点点都不变迁，所以那个是纯阳体。性灵体，性灵的心态的结合。那么出现以后，我们要应付生活，所以去找这个散开，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有性没有命，性命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就有三宝，从上台湾满书，连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四方、四方八达散开的，散开要直接把它捡回来，回收到这里来。我有滚来婴儿的滚来，哎，那也行。主连、助连、二连，一个灵光就出现了。不是讲以前我修到这个，要做仙呐。我修到的为了会做不成，我本来就是仙体。只要你能够把散开掉这个东西给它恢复本来这个地方变得恢复，要以本来是那个诉求的希望呢，大气的南方嘛，出去以后二气。跑到西方来，诉求跑到南方来，所以巧妇人我去做什么工作呢？这个是婴儿出世以后，伊的心力变了，为什么？傲气就是心中啊。婴儿在妈妈肚里面的时候，伊的心中不累嘛。妈妈的心中跳一对也安全，妈妈肚子里面没有空气嘛，也不会呼吸，鼻子不会用，这鼻子里面也会也起来，这高汤足清的，心中呢都有些汤足清的，很感觉干净的。啊，出去以后呢，不得不呼吸，心脏不得不跳。所以能够心力变的，这二七四九毛回来的心力变了，心力嘛变的，它本来是心命的体力嘛，自己要命丢掉了，为了应付生活的呢，这个跑到眼睛来，这个跑到鼻子来，这个。跑到耳朵来，这个跑到嘴巴来，这个跑到眼眶去，还有心嘛？还是让你顶管呢？让你头部，眼、你鼻、舌、心，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心、心力，通通在头部嘛。所以那个心力变，婴儿的心力变了，心力嘛变了，本来不用的，心中不是用，要用，
你用就受不了了。肺部本来不用的，开始呼吸，空气里面我的拉萨，这高亢的一个感觉，慢慢的感觉。所以求救援我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心里面完全人家已经改变了，没有恢复本来干净的，那些正念的，按照我们讲说多少多少年不干净的，所以打坐的时候改变心理，改变心理，这命一回来，你得得明心而见性。啊，你心理有改变的时候，唔得是两个因缘。哎，你爱做修行，比杂波阿弥陀佛。所以。恢复的本来，安尼就好啦。这本来那就是怎样？那我们的眼睛来非常光芒的，本来就是显露的。只要你勤修勤念出现，恢复本来那个大学时的在明明的，伊不跟你讲做显露的，伊叫你好明明的阿弥陀。只要你能够把这个精力或是散开掉的东西捡回来，啊，那行啊，不能给能够的出现的，你不能给先不能做什么先了？啊，你能没有回，你能没回后，明白不回去呢？啊，搞点东西都得行的，你就能做点去点行的，那不是先不对，没出力嘛。所以能修得是地心容易，天心难。天心就是真正显露天难，要修行显露天难。地心容易就算起人心，不叫容易。啊，心，你心在搁那里头呀？啊，心怎么练啊？差我这。所以咱今天修天观地机的时候，这个都得要的。那个，那你在他给你女秘书跟官，一个半期的时间，叔叔他们的矿费矿费。当初我本来就是那么的也顽皮的嘛，哎，不起。不干净。那么的干净的，我不能就干净的。妈，你不要在意那个。所以庄严里面说现在不是一个疑问。关注为修修行，不要乱修，不要乱修到他那个成为救主。那个方法，比疑问，因为功用虽然很大，啊，他不为人家做，也太厉害了，非常的。他当然啦，那人家没当过，没老当过，但是这功用足大。平常生活当中来来去去，爱情结婚，拢嘛是会生的吼。那这个人就免做事了。所以比就是用足法，积极行动拢是的。一下有在坐，一下有在起来行，一下有在走。这功用很大。有时有可以有时。对吧？嗯。就是现在平常的时候，呼呼的那个呼吸的时候，也可以做到。你必须讲到的时候，那轻化了，逐轻逐轻，逐轻逐轻，
也可以的说，水性也听说不低，就是虽然你的习性也是可以不知道的地方，那心里倒也不知道的，心里是说不知道的，但心里没有里面来知道，一个夜里呢，心里你打坐的当中，心里没有那个诸位的一方面的问题，十五个人，你会给夜里呢讲清楚，你是讲不出来，所以能够说你心里能够你把十五个人把你放下，你的目标很鲜明吗？宝玉妈妈穿了件，他妈妈在里面啊，一直穿了件，而且嘛，你打坐的当中调息的里面，妈妈马上恢复都在里面，几天一直在那里，啊，一直在那里跟我讲话，也不告诉我你几个话怎么已经很舒服了呢？几个体的旋转啊，觉得就轻松了，好舒服了呢。但是那个里面，天天坐在奥妙的那个里面，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我们老师啊，他里面啊，现在我问他，一个比如你在，你嘴巴我们可以跟比如告别告，讲不出来，讲不来。父母亲不想亏欠你，但那个年纪轻的时候，虽然你心里呢有所不能，所以听人家说，嘛要让那个人呢，所以工作的时候，要工人多的地方多多，包天包地啊，一包那边哪讲，包天包地就是达到，他达到就不清楚。勉强娶一个没被人到那年，这是那种古旧地带，天下无人，无人在。以前天下无人，你讲他写，我写，我做下写，所以我做下写，他写个偶像，我做下写，我都他们怕我，为了我都能怕我，你看是这么的，进攻的，你就为了我都能怕我。哎，我就哎，极少的，完全是无的面啊。诗云：“虽诗经唔得安讲，天为雷天，地有五焉，言其上难产。”所以这是啥？这不是天天的功夫。天为雷天。地有五焉。天为的天，地瓜，地瓜，地瓜的地瓜。地瓜的地瓜嘛，地瓜天，天为的天，这天为的，天的这天为的，这天为的天。骄傲一点就天天在过年，一年一过啊，表示是会，会，就是想天亮嘛。那么，是不是里面想天亮上就是骄傲？这能的，比如讲烟灰的烟，提着五烟，这是看不看火，看不出来。最重要的是五烟，我里面里面。有骗过来的，年纪小嘛啥的，你爱上去的，爱以后会爱上路的，用会来别看不了的肩膀去，来把那个骨剥回去，骨好了，就变形的去了，骗过。他一直搓搓搓搓搓完了，就变成苦瓜。
不满的逆天过年，为无本来的牵挂，为无本来的困惑，你一直说，一直说着看吗？一直补，一直补，怎么样？把这个补补完了，那就是逆天过，逆天地地位，先为无先天了。所以你后面特别该恭喜姑娘，也该用天上我们做，天上我们在，对，他这个用，西文永远天朋友五天，也继续发展，别管你过，也别放过，你想方法也嘛，你想啊，你想一想嘛，各自己都做断头路。信你在父母以前的观念，这一次在这里不要离婚，因为修行信人爱与影响不要开始了，父母的影响为大，信任为大，爱就像玻璃，从这里开始的，提脾气啊，差了几天。公告以及寄给的书号，立本是什么呢？观察天地，你看天地吧，天地是啥？地球四分之三都是太阳，对不对？太阳就是说三千的水平计划的。自己的自己归心满足的，也是一个天的。你讲我讲，你不讲呀？风雨归水，地热不行啊。地热不行，最热的呢，你不不会容易出现。这是水晶体的。那你不客气，水晶体上些，你会啊？干太阳。太阳光照下来，海洋的水力啊，变成水蒸气上升来了。所以那个风就脾气啊，但是它也记得住，差了一点点，换一点。一个变形的人啊，火最高的热的，这是火柱啊。它不会双向保掉，大地这样保护。三转草草，三转草木，树啊，草遐个东西，咱人当时干阿水个阿母当阿姐，但是老天爷是啥个？一条路，一条大路，为了好了了，咱人无得比人去好，朋友就去第二个物件，对不？所以四分之三都是太阳。伊个神奇个水晶器，其实比较好个，阿拉唔是咁讲。无事生生，理会下个，别去个是呢吼。水晶个宝贝，我觉得是第一不能比较个。啊，那现在的说国家就是天地定位，出行以后是跑这个。所以现在原来有新官，啊，把它列起来补起来，应该嘛，所以有些人讲，学做好修个做好就好啊，再来学钱要创啊。我讲你哪会知？你当你都唔知影嘛。啊，我迄阵啊离婚。
就是你不能想说我们讲相信什么是妖怪啊？我们就说不一样啊，相信什么是妖怪啊？我是红军的，我脖子上背的，相信什么是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都好点的，这个不都一直要做信任的，尧舜禹殿的三皇五帝，拢有。经过这趟这修炼吼，我在想去，我自己的祖传的武艺，毕竟要到了第二了，我们有天地就有神了，无天地就有神了。哎，亚东，要不扩大一点呢？你多少钱好赢？20钱。天地无常嘛，无时间命。你遐是差不多十多钱，要哪去啦？所以他很笑在死，水晶死去了，变得红不了了。原来我们盲目的信仰在表面，那我到平原堂家，我蒙古堂家，我过去堂家，阿弥陀佛，天地之观的做法就简单。咱心中是共款。咱身上细胞变成无方条，咱身上是六条的细胞。今日咱打坐的时阵吼，理会咱下场，毕竟汤中水呢，水不在热，在压入万物的时，咱的身体无健康，地位的事。咱就是求了以后是脑膜啊，拢无去注意这点。啊！你这拜了到底，哇，原来如此。所以说，讲参禅天地是化药，但是参禅那天地化药啊，对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意义。所以你不能妄讲，修道什么？修道是要过生命，不是要创啥？你讲生命是啥？讲生命就是精气神。啊！不，你吃好有咩种啊？你吃营养品咩种啊？你吃营养品，你一年吼，吃了该消化掉，就变作化作灰，灰化作水板浆，水板浆化作精，精化作灰，算钱的啦。啊！你身体无身体健康，就是你吃物件来嘛。你精以前散步以前，你就健康。这个是咱生命嘛，你现在弄个老，弄老少的，对不对？心对目睭老，心对耳朵老，气对嘴巴老，对外头头好老，明天就拢惊着，蛮也得如此。要回想你讲的特别来讲的，他这拢是做些的。要不天才有经验在这上方面，因为你管理要清楚，你想理要清楚，你努力要搞好嘛。所以天才有讲最得书写，最得文化的，人都人都转，该都转，修得修得精，你该做出。那是拢慢慢时间的成果。所以那个文字几个左传老夫妇记起啊，他们听的。你在极端的时候，你管理，你看天地嘛。天地是一代父母，他们是一代父母。阿人心里有天地。天地，所以要回合，做人最后基石，就是像天地那样，如何转换，如何不转换？所以万不必用，啊，咱嘛是转换嘛，他说，精气上先的时候，如何不心地健康，精神也衰，一定道理。
希文以应胸襟我去文件主义我不是一个特别一种叫一个特别一种我出去的当你不言但你问问你力敌万其天敌风其主敌离其宴可以一定所以是因为这样说的一印兄弟请着求官的一挂以后外面的银行答案加上一切的银行当部的那个华山是家对人的意思请大家的请请水山人我告诉你请错过了我给文字读了这是为了的时候将我那酒馆的文采太现了我带来的是中间那边的有车子所以水山请来的外国人的钱请说一下这是国际的基础中间的钱请水山听人的希望我估计一个定点已经叫就是这个原因文字修得的方法是很暗淡的但是约定的一天比一天的时候降临出来的因为约定暗别人以最后的你不想知道当初就觉得人家也不想知道小姐姐的顶天已经有小姐姐让我的姐姐很艳名的代表才跟你做了那时就已经不做的了好不多好不低的来请随时愿意来帮助小姐我做了完了你二十就你报到了再扛出去我不怕死了我自己的当局不严所以工作人都清淡以前不过每家人讨厌的干以文文以利干单以为文采文以利和平以有条理敌万其心敌翁其主敌离其宴可以得所以敌万其心敌翁其主敌离其宴这种念念的功夫这不是用嘴巴的功夫做的可以的这样你就可以心安有所得了所以中庸以及这种好表演的工作以及修得所得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西文西经来讲江水后也空几江所以工作为信不求如何无期工作的说不够就讲第一年纪说不给他所以西经来讲江水后也有空几江但是很明显所以工作为信不求所以工作既要求里面没有关系我有良心如我无己主文无良心没有什么二心的差错工作你说不够给钱工作也所以做得到给人家做不给了也要继续人家在学里说看不见的地方
只有上人一心，上不归喉咙，我工作不动一心，不言一心。上人一心，看你的人，你自己的心呢，这些。上人一心，不要用你的用心，在哪里？在你的发展里面。上不归喉咙，喉咙。你对你良心无所作所为，无根本的计，搞工作不同，所以你不能这样。你那当时的有什么动作，是为了好的你娘的根基，不给你些。你那当时的你娘工作心里心里回来，是为了你娘相信。这些东西你心里面是要修有所得的，希望做到无言，喜欲忧天，喜报工作不向你明款，不能你明归有功，给你心里的这些也得性那么的厚，所以一面的修理哦，刚才前面还有老百姓也是那么一个人做主的，希望国家里的不平均有钱，希望工资多交一点那边，希望五百元的不再轻一些，是吧？相信是有一万明白的，希望得有毛有肉，上天时代互相无怨气。信念就是修成的人，然后迄德行德慧天地，天地就是在这里面讲义啊，规则一个人，刚我这刚我这这感谢背景的员工，安装安装员工给托托点钱没有，工我的工工这个。啊，咱人起码做一个，好在起来无攻击攻击，天地拢无咧攻击个，咩啊？伊来干呐生，伊来生，我伊唔咧，我咧吃吃，我伊唔咧，你吃不了啦，伊无咧攻击个。所以咱无咧讲，必须个啦，还是得体贴，体贴，无咱是虚名，啊，咱无虚名。没有，咱无挂失啊，无个只有名天。有第三十三章，诸事因缘章，第几期？右边这是中央第三十三章啊。中央三十三章，咱讲它是讲三十三天啊。中央三十三章是讲三十三天。这是三十三天，中央基本上呢，他不要读完了，表示三十三天内容讲了没？有这三十三章，诸书一年千章及笔记，诸书一年前面已经是公告那个色情色毒的那个位，换一个机会。要不穷啊，人家不知道你那样工，所以个工作的那些呢，在各在些实验经过的地方嘛，就是说啊，危机几多技术，有将海战一些问题呢，修过主席，精心的那些尽量读出的，也得开始。水里面的，去吹开来，讲完清楚，意思的哦，六中里天的平地性，一步一步讲到是哪那，独地的那究竟天那太平的好，好方法，有在机标。
有定义先生啊，对对对，微妙，是无限的，达到了的，里面的公告有嘛？公告那个无限无无无无定义，然后参再来进行，然后再放弃，该第一篇是第一篇是。喜欢你对你是是既亲切，而且地刻不仅亲哦。在这里，我们学中庸一定要亲亲，为什么？因为大学中庸，这就是修心养性，内心化空，修修出内心化空，这些方法拢讲于大学中庸。这两本书里面，所以咱有时间呢，把《道学中庸》给他，不但给他，还给背起来，背起来更加很好。明白上面很重要的要点，我们可以知道，《中庸》这本书的是千年成。暗中的智慧，不是跟他让人家去呢，明白诚意静心，为修心的功夫而已，也所以人类共心常心建立的一个基础，所以中庸的方法，也可以叫做是哪人的导人头，有处处有这个人达到多禅心的文化。叫做引导的文化，有处有业，想发挥无穷无尽的人文历史的精神，何不是很好？应时应文，那应该读大学中庸。你天道将士，君子的理想都被荒废，过去2500年。都过完这些修儒的年龄，没有进入。进入应该是全面双修的。我们完成到这里了。一、二、三。谢谢。谢谢。